当时我在当警察的时候，一个月大概3000多块吧。哦，那时候，后来我出来做生意的时候，一个月啊就可以，一个月的生产量就可以当一年的警察，所以后来就走了。所以你去台湾做已经做10多年嘛，哈。所以那些大陆的劳工哦，你给你做工已经做10多年，所以他什么都会嘛，从南投竹山送到那个秀水。秀水去红天，你知道？啊，去天后山的时候，拢超70多岁人在天后山。欢迎收看《台湾精英录》，也欢迎今天《台湾精英录》的主角曾宣成曾董事长。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民国70年代，曾宣成的公司是出了名的伞头大王，所以伞头就是雨伞的握把的这个地方叫伞头。过去他还到大陆设厂，而在大陆的厂房3公顷大，是台湾的3倍。但是在过程里面做到最后，订单是越来越少，也让曾宣成陷入了困境。现在他的公司是全台湾最大的雨伞制造工厂。到底他怎么走过这些风风雨雨，成为台湾的雨伞头大王？今天台湾精英录就邀请您来一起了解曾董事长的创业路。曾董事长，现在要当这个台湾雨伞头的大王，现在的心情怎么样？雨伞呢，算是传统产业吧，所以我们以前经济正在成长的时候，好像说阳伞王国哈，我们台湾也一直发展，大概占阳伞王国有20年之久了哈。所以你说阳伞王国哈，你就知道说，我们每一个月所做出来的伞有多少这样。等于说每一个家庭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产品。而且台湾过去就是这个雨伞大王哈，当然被做这些大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促成的哈。而且这些伞的过去，台湾可能在产业的结构是足完整的哈。像这些雨伞的规啊，可以分成哪几个部分来制作，来这个做它的一个模组。雨伞的时候大概分成哈伞头、哦伞骨、那个布啊、哦那个成品厂。我以前就是这个伞头厂，我专门做木的。只一只好伞啊，最主要是伞的结构好的话，这个伞就是很耐用，一只伞漂亮不漂亮，就是伞布跟头了。零配件漂亮的话，这个伞就漂亮。那董事长，你是雨伞这伞头的大王啊，但这个雨伞这个伞头来讲，它到底有你说每个部分都有它的一个技术性，有它的困难的地方。那伞头困难的地方在哪里？伞头哈，主要是要有创意啊。因为一只好伞，一只跟一只耐用的伞呢，当然是伞骨要很好哈。一只漂亮不漂亮的伞，就是伞头跟伞布，所以在这个伞头的设计方面呢，要非常的新颖，而且要大众的喜爱哈。尤其欧洲人跟美国人跟亚洲人这个喜好不同，形状也不同。所以这个都是很困难的地方。那董事长，我们这边有很多雨伞，其实伞头各式各样的不一样哈。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形状哈？在设计上怎么去考量说这个雨伞头，它其实不管是但实用是必须要的，这个那个握起来是舒适也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它一个造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当初是怎么来想发想这我要做这样一个设计？比如说像这个造型哈，像这一次的造型哈。第一啊，我们要符合我们的人体工学。我们这个人的握把哈，你看这样握下去刚好，好，这个都是有依据人体工学来设计这样。也不是说啊随便弄可以这样。像我们以前看到那个雨伞头，可能就是直直的这样，反正可以握就好了，都不会想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这样子。其实直直的也有直直的那个。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手指头有5个指头，那你5个指头都有合乎我们人体工学，这样握起来就很好，这样触摸感也非常的好。那像其实整个从你对参与这个有关伞头这个一个产业到现在，其实很多年的时间也带领整个公司这个团队从过去打拼到现在，不知道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对董事长他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今天透过一段影片来让大家了解说，我们这个员工对我们的董事长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郑老板哦，其实我在这边上班差不多有3年了。那我跟他是从以前到现在相处，那以前他的个性比现在更坏，就是说有什么他看不惯的，他就是直接就啪啪就是跟你指导这样子。可是其实他私底下也还不错啦，就是好像是严父这样子，就是说你只要什么不对，他就直接就是像长辈这样子直接跟你讲。那他的也是说好意要叫你改正这样子。啊，董事长给我的感觉是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那一种，可是他心肠很好，嘿啊，然后我觉得他有很多理念啊，我们就是要配合他这样子。那所以我可以待这么久，就是因为他这个就像爸爸一样，然后很亲切。他是个严父，然后对我们期许非常高的人。他如果对某一件事情，他如果坚持的话，他会有所勇往直前，他不顾我们任何人的好冲击。但是我们的冲击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好，就是循环会爆出更多的火花，然后这个火花都是很正面的。治军严格哈，那个刀子口豆腐心。这是员工对董事长你的形容，这跟你原本的想象 有落差吗？这一点、他们有这个想法，我个人也感觉到、也相当对不起了，真抱歉、但是我这一次回台湾、做产业升级、确实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来协助我、我原先呢、不敢来尝试产业升级哈，这些专家学者一直来辅导我哈，来有经过很多的研究啊哈，所以我就毅然决然说好来做哈。啊，这做了中间呢，这个就是说有很多要很多的坚持啊，假如比如说品牌嘛哈，大家都说我长伞阁这个品牌要把它。把它做好的话、要时间，要、也要人力、物力财力、都要、有很多的坚持原则、也许我们的员工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也是一路走来、做过来、记过来做过来记过来，所以就有很多的坚持。专家他们有很多的看法、当然每一个专家学者的看法不是很一致啊，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说、要很实际啊、要很实际来做啊，我们这个伞啊，第一要做到、服务第一嘛、再来就要很耐用嘛、再来要保固嘛、这个都是为了这几个服务保固啦、就要有很多的坚持。假如没有很多的坚持，有时候，确实也不行这样。那其实像刚才员工，其实当然不只是讲说管理严格的部分，其实有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是相当一个对比的哦。他又觉得说，你好像是一个爸爸在照顾这些员工这样子。你到底是怎么来对待员工哦？所以让员工觉得说，一方面很严格，很像一个严父，可是有时候又变成像一个慈父这样子。这个部分你怎么来去面对员工说怎么样跟他讲说今天公司经营上、我们希望他做什么样的一个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因为我也常常讲、跟我的孩子他们讲，我说我们在大陆经营事业对待员工跟比如说在台中、来经营一个工厂跟在竹山来经营一个工厂确实不能相同，因为大陆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地的，那个我们不要讲。比如说我在竹山跟在台中的话，在台中的话它人口比较多的话，比如说我们对待员工，你要辞一个员工要把他辞职的话，那你都要非常的注意，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小，有很多的闲言细语这样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也是很注意，工作以外这一方面我是很注意的。所以像员工会有这么一个有点像落差对比的这样一个对董事长的形容，可能也不令人意外。那其实我觉得更其实观众对董事长部分可能有一个落差更大的，现在可能是这个雨伞头的大王，可是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他过去并不是从事这一行的，
最早之前董事长所从事的工作是警察的工作，就是刚出社会的是担任警察的工作。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进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投入这个警察来警戒服务？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因缘？民国六十几年，我年轻的时候，我刚好当警察啊，警察我是在丰原嘛，哈，丰原分局地区啊，所以那时候丰原分局地区。做那个羽毛球拍的很多，羽毛球拍哈，啊，羽毛球拍它要单板嘛，单板羽毛球拍它有一个这样圆圆的一个球拍，外框来弯了哈，那個啊啊，所以我就他们就告诉我说，你竹山的木材出很多嘛哈，六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出很多哈，所以他叫我回去说你可以试着去做这样，所以我毅然决然就回啊。这个南投去做这个单板来卖给啊丰原这些羽毛球拍的工厂，后来羽毛球拍工厂哦被这个碳纤维就卡梦哦代替以后啊就慢慢的没落嘛，没落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机器哈，以前做这个单板来做羽毛球拍嘛，后来我就用这个单板哦来做这个雨伞头也是弯弯嘛。火山头嘛是弯弯吼，除了用这款机来工作来做这款火山头这样，啊，当时我讲过嘛，七十年代这个经济刚好在崛起，啊，这个慢慢的阳伞王国，所以这个销路是越来越大这样。所以那时候像从事这个进入这个产业之后，有赚到钱吗？跟像警察的工作有什么这样的差别吗？当时我在当警察的时候，一个月大概3000多块吧。那时候，后来我出来做生意的时候，一个月啊就可以一个月的生产量就可以当一年的警察，所以后来就走了。一个月的收入就比警察一当一年还要多的。所以我就走了这样哈。这个做以后，因为木材的需要量太多了。啊，当时东南亚尤其这个印尼的木材，它就不准出口。不准出口的时候，我逼得不得已，我就去印度尼西亚，去印尼投资。啊，印尼投资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台湾的一材了哈，木材算材的嘛哈，一平方米哈，比如说多少钱，到印度尼西亚的话就非常的便宜。所以那时候也应该有赚到钱，所以材料的成本就比较可以降低，降了很多这样。那时候针对这个伞头的部分，中厂石材这边的一个获利状况怎么样？而且是什么样一个好方光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所以咱台湾人讲讲吼，你若去学西啊工吼，三年四个月就出西啊嘛吼，所以你去大陆做已经做十多年嘛吼，所以那些大陆的劳工吼。他给你做工已经做十多年，所以他什么都会嘛。